咋又走了呢？是无忧无虑呢。抱歉，家里有点暗，因为自从停电了以后。这上面的灯只有那一个有用，而且这灯泡我还不会换，因为它拿不下来。你去哪儿啊？你？去哪儿啊？嗯，好吧，哦，上来了。明天要走了呢，宝宝。嗯，舍不得，是不是舍不得？妈妈也舍不得你。伤心到昏厥，是不是？你特别得趴在妈妈身上呀，你这太瘦了，你顶得我肚子疼。哦，好，趴着吧。嗯，哦，吃，头疼，行吧，今天你怎么样，我都能忍着。小可怜的，好，行了，好的，要道别是不是啊？干嘛压着我的手？哎呀，疼，这挖的我胸上都红了，你这个告别也太热情了，你。草莓不是这么种的。走啊，妮妮，我们去看看，给你收拾了什么行李，好不好？坐下了，怎么不想走是不是啊？我坐下了，走啊，去看看行李，走吧，来，把那给他吃。这小家伙晚饭还没有吃完。妮妮，为什么晚饭不吃完啊？不好吃吗？伤心是不是？哦，伤心，好的吧。我们来看看给你打包了什么行李。这里有一袋，哎，你挡着了，宝宝挡着镜头了。挡着镜头了呢，你非得挡着镜头是吧？好的，亲亲。你居然躲，不想让我亲亲你吗？伤心，他不让我亲他。好的吧。伤心。这个行李有你的 shampoo， 小零食，是不是喜欢这个小零食，宝宝？喜不喜欢这个小零食的？这是你带去哈，要的。这个是给你除蜱虫的，虽然你现在已经没有了，万一以后有怎么办？对吧？
还有什么？还有第二页。一，这个不是吃的，这是滴在耳朵里面的。好吧，懂了哈。这个是什么啊，宝宝？这个，这是干嘛的？扎鼻子了是不是啊？扎鼻子了吧？这是给你刮毛毛的，这不给你梳头发的。还有这个 bitter apple， 哟，一看见就逃啊，一看见就跑啊，不带这个吗，宝宝？带不带？好吧，对不起，让您伤心了。来，我们看看这还有什么？这是之前剩下的一袋没有吃完的狗粮，我给它放在袋子里面装起来，剩了这么一点。过来，妮妮，这个不是给你玩的，这个不是给你玩的，这是给你盛狗粮的，知不知道？叼着就走呢，这么爱玩呢，这么爱玩呢，一会儿我们把它扎起来，好不好？来这里，还有一袋全新的狗粮，是不是啊？这狗粮里面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零食，是不是啊？哦，现在不能吃，明天到了才可以吃。好不好？扎起来。再扎一层。行李了，宝宝。就两样东西哦，不要丢了，听见没有？一个，两个。好。明天就要把我妮送走了，因为明天正好有一辆车会去到那个我学生的家里附近。因为我学生的家住在机场那边，然后明天我会去机场接新来的院长，所以就正好搭便车过去，因为机场还蛮远的，然后没有车的话会很不方便，为什么不在我走的那一天送走呢？是因为我走的那一天我有两个大箱子，还有背包，然后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棘手，就一个人左手右手箱子，右手背上还有背包，如果再牵着你，然后他又不是很喜欢跟着我走的那种，我就会比较痛苦，所以我决定提前把他送过去会比较好一点。走了，你有什么感想吗？有什么话要留下吗？沉默，沉默最可怕了。你不要沉默，我只要亲亲，我亲亲吧。哎呀妈呀，我亲亲，好吃吗？我脸上有东西吗？你吃到我头发了。早上如果好好吃的话，好像不行。拉一拉，哪儿都是。那没关系，我可以。哎，我可以给他收拾，就是要给我养成好好吃饭的习惯。那狗看着吃都跟要死了。他昨天来真的没有一点胃口都没有，我就担心。特别
稍微那啥，我得适应会。走吧，走吧，我腻，上来。上来，上来。累，不知道怎么突然累的，累的，累的。接着吧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我腻。我不管你了，你反正上上不去，下上。上来，我腻。这儿，这儿，这儿。他以为在那边，你直接上去了。上来。哎，对对对，上来。好，走，我腻。给多少他们都能吃完。球球给我，干嘛？拿去，拿去，这么敷衍，掉好，掉好了吗？往我身上蹭什么？啊，陪你玩是不是？那你给我，球球给我，给妈妈，送给，给，好，球球，去吧。Thank you.
好吃吗？我捏。塑料好吃吗？拉出来的屎全都是塑料渣渣。哎，怎么这么好玩的？好玩吗？好吃吗？特别香是吧？还有股雪碧味儿。理我一下好不好，宝宝？理我一下行不行？嗯？理都不理我，理都不理我。起不来了。